主席、县长、秘书长、各位主管管本会同仁，大家好。在针对县长施政报告，这个部分呢，我想就后面的部分哈，因为比较急一点的，近期工作重点，哈，四十页第八项哈。规划蒙澳码头消波块制作及调放工程，那据本席所了解哈，这个部分好像已经流标好几次了。那我不了解，说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变更？好，因为你一个在最南端东莒，一个在最北东引，以包工程来说，他光是去租这个船哈。一南一北跑，这种利润当然没有人标了。那本席建议就是说，像东莒它只是一个月烂的问题，月烂如果用快石，我们抛快石可以不可以？如果抛快石可以的话，从对岸抛那个快石买回来，直接在那边那个应该是比较快。我想请主席才是，请公务局局长就这个部分哈做个说明。好，请公务局长答复。好，谢谢建光议员。那有关于蒙澳码头消波块的部分呢，我们现在与东引中柱南码头延伸工程啊，现在已经分开来了，已经分开来了。那中柱码头的部分呢，我们现在已经上网去招标。那至于蒙澳码头的部分呢，现在在设计了，大概在最近下个礼拜之内会送过来，已经分开了。你所谓设计是消波块？消波块是，那就是另外成一个标。是不是这样子？另外成立一个标，没错，没错。那如果还是流标的话呢？因为只有几百万嘛，东莒这边只有几百万嘛，是，对不对？因为它金额比较少，我想，如果说人家再去租那个船，哈，甚至从台湾再过来，一天的租金都多少？你几百万根本人家没有意愿。万一没有意愿，可不可以变更用快石？因为如果那个是面北的方向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地方用快石丢下去应该效果是一样的。我不知道局长你的看法呢？跟建光议员报告，万一标不再标不出去的话，对，我们让我们这发包个三次看看，如果发包不出去，我们再来考虑。好，那就是这个部分，我希望说局长哈，你稍微用点心好不好？你不然这个一直下去，我很不乐观，到年底可能这个钱还在那边，好不好？好，局长请坐。当然，上面第七项啊，因为昨天我一直看啊，办理东引二厂啊，所以这个报告送出来的时候稍微看一下二厂。我昨天一直看二厂啊，我想这最后我猜的话应该是九厂，哈，我原先还猜海淡厂，哈，这个部分啊，稍微啊用点心。另外哈，就是五月一号开始实施东码东台了啊。当然，这次我的压力是比较小了，啊，比较小，因为涉及举官相亲，它免费了嘛，啊，那也是，但是有个条件是去年2001年12月31号以前。当然，我们定任何福利的话，一定要一个时间啊分隔点，免得以后面的为了免费，等下户籍迁一大堆到举官嘛，啊，这个我可以认同。但这里面在技术上，有一些问题，就最近五月一号开始以后有个问题了。102年1月1号以后，因为身份证掉了，我放发身份证，那上面一定是102年，那你看不出来他是不是在去年12月31号以前有这个问题。那新华公司他到底在电脑上面可不可以克服这个问题？还有之前相亲，他说：“我跟他讲，我只是身份证掉了。那当然，未来有可能啊，从青访迁到田澳，或者从七丘迁到青访，这也变了，也是今年的。所以这个，我想这个部分，请交通局联系一下新华公司。这个在电脑作业上面，哈，会我们也没有办法克服。那之前，已经被说他如果到户政机关开出证明，
可不可以退会？请主席裁示，请交通局刘局长做个说明。啊，请交通局刘局长答复。啊，议长，谢谢陈议员。有关这个部分呢，我想我们很清楚，就是102年以前迁入的，我想我们这个就是采取免费啊。那至于有一些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调身份证调个案个案、啊、个案，这个廉价航空公司董事长有跟我联系过哈、啊。我想这些小问题如何克服，他廉价航空公司会处理的，原则上是这样。那只要他提出身份，我想我们都应该提出这样的一个证明文件，我想我们都可以来处理。至于将来要怎么样来。新华这边能不能在电脑上解决这个问题？我想廉价航空公司董事长他们会处理这个问题。好，原则上是这样。以上，谢谢。好，那个局长慢点哈。接下来我还是请教一下局长。当然，这里面哈，就是在施政报告前面哈，这个台马之星正施工中，刚刚惠平议员也提了这个部分哈。其实本席一直觉得很奇怪，新岛际交通船预计明年9月，但是台马人没有完工时间。好，那本席所担心的跟惠平议员有一些些出入是在哪里呢？我们这个逾期，将来逾期的话一定有定法则嘛，是逾期一天百分之多少。那局长，总共将来逾期的话是罚总工程的百分之多少，还是后面我们已经付款以后后面剩下的百分之多少？比如说好，罚款10%好了，好吧，10%，那是罚整个总工程款的10%，还是到后面剩下未付的10%？这个部分，谢谢。我想合约当初是怎么定的？合约都有律定的哈。我的记忆中是这样，就是一般合约都一样啊，大概是1/1000，好，每一天大概我们现在是13万多，所以每一天要罚这个130万，好，一天罚130万，大概是，罚到钱没有为止嘛？没有，罚到最高上限是20%，好，20%，大概是20%都罚完了嘛？嗯，好不好？是，如果我是厂商哈，我已经被你罚到20%，好像罚的没得罚了嘛。所以本席是担心是这个啊，不是担心惠平议员刚刚讲的那个、啊、我是担心他，我反正已经被你都罚关了，跟你慢慢拖嘛，说不定你还要求我。哎，局长，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？本席提的这个问题有没有想到？我想这一次督导会议，交通部督导会议在开的时候，这些问题都有拿出来讨论。嗯，那现在就说他口头上有一些提出来，就希望说能不能延期啊这些。那原则上我想这我们都还没收到公文，那收到公文以后我们再来处理后续的事情。我想现在是因为才4月嘛哈，那至于他关键的问题大概都处理掉了，那接下去就是说因为处理这个关键问题这段时间呢，一个就是北田公司的一个设计的问题，一个就是因为这些图我们加了要送到法国验船协会，所以他这个图啊要经过法国验船协会审查，所以来来回回。我想因为台湾市场造船市场本来就不是那么这个不是那么景气哈，所以在这个部分啊，又第一次做客船，需要一些经验上的一个学习。那这个部分啊，我想被罚款厂商比我们还紧张，他因为他不仅要被罚款，而且他在这个过程里边可能要赶工，还要赶工的费用等等。我想这些厂商本身是担心说你罚他，他还有利润呢，还可以嘛？是是是，对。当他利润没有的时候，他跟你干到底了嘛？那。搞得两败俱伤啊！这就是这个部分如何防范？我想局长你要未雨绸缪。是是是。啊，不要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那我们又没有船用，哈、啊，就一直搁在那边嘛。另外哈、啊，就是新岛际交通船哈、啊，履约工期是550个日历天，预计是明年的9月，可以很顺利吗？我想那天这个督导会议的时候有问这个参与的这个计划主持人，那他是觉得有信心啊。那这是第一个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这艘船几乎是跟南海之星这个规模差不多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台马之星的水工模型要拿到国外去做，在荷兰做，所以这个时间也被耽误了哈、啊。那这个呢我们他已经协调台大就可以做这个船模实验啊。那么船模这个
这个模型大概5月21号就可以完成这个模型，那接下去就跟台大做传播实验，这个传播实验做完以后，那就顺利就往可以往下走。我想这个时间上原来是400多天，那我们在标案的过程里边也放到600天，后来又在协商过程里边放到550天。我想这个工期时间是相对于台马之星要比较久一点，那所以我想这个时间我们是很乐观的。以上是。好，那个设计规格，新导地长举官详情问我到底怎么样。说实在的，本席啊，因为没有参加你们这个小组，所以不知道哈。陈前县长在的时候，我跟阿江议员，还有我们现在议长，还有我们老议长，以前都是小组成员。后来你们把我们都排除掉，所以我对整个过程真的不了解。啊，我想也借这个转播，局长，你现在新岛地交通船的设计的大概的规格，哈，请你做个说明一下。所以我想，这个设计的规格，我们也都一再在马报社上有新闻一再的公布哈。那在这边，我再把这个设计规格稍微在这边再做个说明哈。第一个就是这个尺寸哈，就是载重量不小于40。公吨，这个全长的这个长度哈，40公尺哈，那这个总吨位是350吨哈，那载重量是不小于40公吨哈，那两部主机，那出力是不小于1500哈，那船速是不小于这个23节，那巡航的速度是不小于20节哈，那这个乘客的这个人数是190人。那载运的汽车是1辆，机车货机车10部哦，那船员是8人。我想这是大概一个基本的一个规范。那以上做这样。好，局长，巡航速度20节，它比现在马祖之星还要慢。是啊，那么本席担心呢，未来啊，这个举官开一趟单趟过去，大概连东西局跑完毕啊。要1个多小时，超过1个小时了。那你如果新的船比现在马祖之星还要慢的话，我想乡亲啊，一定开骂。所以这个部分，本席在这边建议，在速度的方面，一定要改善。如果不改善，未来你船做的再漂亮回来，我们乡亲一定骂。还有。7月1号开始，东莒剩1个连，西莒剩3个连，所以你的货仓部分到底有没有需要那么大？再加上最近哈，三船啊，联营已经解体了。最近举官乡亲啊，大概这么多年来啊，最近最受到这种礼遇啊，那个船公司都会打电话到你家里啊，我们船几号要开啊？啊，你们如果有货的话，几号送到基隆码头？以前你要送货，你上次要我赔，我东西把你弄坏，让你赔噻。你送来我就说已经货满，现在真的很好。现在啊，都会打电话到你家里，还请乡公所广播。现在至少有2艘，碳数比以前也多了。之前说我跑举官是亏本，现在呢，所以因为整个改变了嘛，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你还没有开始做的话，这些是不是都要配合做修正，哈，因为你将来部队少了，到底有没有需要那么多的量，哈，有没有需要这么多的量？这个部分哈，我想请局长哈，这个部分做个考量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部分容许我再做说明。好，第一个，这个案子因为在前面都讨论过哈，那为什么要20节？就是因为迁就这个货的部分哈。那其实我们看这个南海之星啊，这个七美也好，这个万安也好，货几乎就是南海之星在载啊。那之前大家希望这一艘船能够有货，能够解决这个汽车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货放在这个变成一个客货两用人。马祖之星只是客人，所以一直有载货的问题，不断的在炒货的问题。那这一艘船可以解决举官的客货两个问题哈，所以在有好。那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如果再把这个马力数速度再加快，马力数再加大，这些都牵涉到未来票价、未来成本的等等问题，营运上的问题哈。所以那这个部分已经发包了。那如果要在今年再做变更，就要变更设计。
那要给工期，那这个船呢、啊、会造下去啊，会没完没了哈、一样的。那所以我想这个案子既然已经定案了，那就是走往下去。因为今年有货船，也许明年又没有货船，那是不是船再变回来？我想这个事情啊，因为市场的需求不断在变化，我们觉得举官客货两用人是比照澎湖这样的一个做法，是一个最适当、最恰当的一个做法。那我想，我们就让这个案能够持续走下去。以上做上补充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可以一起的。本期这边建议，该建议都建议，一个速度问题，一个我们谈到货运的问题。未来，本期每次就一直强调嘛，弱势的地方、偏远的地方，政府本来就应该有照顾的义务。是。那每次、每一年，我们都为了一点点二三十块、三四十块的货运，每次吵，所以这个部分都要事先规划好。你新的岛际专船下来以后，是我们县政府的船，你未来要不要照顾举官？举官够弱势了，举官七月一号开始，东举剩一个连，西举剩三个连，可怜啊，真的可怜啊。所以我想，我们这个部分啊，除了这个100吨到150吨啊。到现在的马祖之星200多吨，未来是350吨。我想这个举官的部分这几年抱怨声音相对比较减少。那剩下货的问题，我想因为马祖之星它是不能载货，邮包可以。你看后面那个就是一个走道，那个走道上面堆满了货。我想这个部分它用价格啊，用收费的方式啊，希望尽量减少这样的一个货源的这个货物摆在这个走道上，用这样的方式难免的。但是我想我们未来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啊，相信明年9月这个船造好以后啊，那个举官的这个交通啊可以再进一步改善。所以当然这个后面沟通的事情是你们是啊，我们来处理。我已经把预见呢先告诉你们了，那至于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，是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尽到我的建议。那我想刚刚我所提的县长应该都有听到，我不需要再做重复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这个部分由县长你来拿捏，局长请坐。好，谢谢。那么接下来哈，为了新举官号的问题，真的我每一个会期在这边提，我想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这边提了，因为上个会期我提案以后呢，现在我有报到交通部，现在哈很妙，交通部回稳了，哈。其实他所讲的跟县政府的立场很接近，结果我就请陈立伟打个电话嘛，问交通部。交通部这个是这个县政府的意思，哈。我想这里面答复哈，交通部答复都在里面，跟我每次咨询县长的时候这个。回答都很类似，你看，一艘新举官1800万，交通部会扯到什么？新台马轮给了14亿多，岛际交通船给了1亿多，那跟东西局有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他说未来新岛际交通船回来以后可以做调整，我想啊，最好的办法啊，未来新台马轮下来以后啊，下水以后啊，每天啊绕着马祖列岛跑一趟就好了嘛。对不对？举官东西举从以前渔船开始跑几十年了，当然我今天是请县长你表态一下到底要不要做，如果你不做了，我从现在开始我都不提了，就是未来东西举今天交通船在你手上就终结掉嘛，哈，以后东举码头能够顺利造成，不敢做举官当然还有可能，如果万一不成，你将来这些总是不方便了。还有做分析，我请廉江海运上个会期也都分析过，那个请北干海运行跑多少，请什么多少，每一项都贵，我该讲的已经都讲了。那至于陈立伟打这个电话给交通部啊，打给谁我不必讲得很清楚啊，我想大家心里也都有默契了啊，都有默契，我也不必去伤到人家啊，这个事情可以问陈立伟有没有打这电话用扩音的，哈，这个部分也的确，我想今天县长借着转播，你跟举官相亲也要说明清楚，到底是怎么样？真的，举官够可怜了，平常哪敢停航了？平常台风，哈，举官东西去照跑，因为上下班嘛，甚至有的时候还要
有这种疾病的话，海巡部长也支援过，不是没有支援过，啊，等等等等，啊，那没有了，举官少了，这几家少了工作，这也都无妨了。我希望说今天做个说明，如果县长立场不要了，我以后真的都不讲了。真的在这边哈，举官相信我，议员你怎么不会提呀，啊？我说我都有提，每个会期都提。县长你还记得吗？你选举的时候啊，在东局那一场啊，相信叫陈议员加油，后你接到我后面嘛，你就说陈议员的确要加油。四年了，老局长还在规划，民意代表只有建议权，啊，行政权在你们手上。县长你上来以后又拖了三年多，那又怎么讲呢？那如果说这一艘岛际长明年还是没有办法完工呢？当然陈前县长规划的是这个最早一大一小，包括台马轮在他手上已经有规划。当时陈前县长跟我们讲说尊重杨县长，因为你选上了嘛，他说由你来做发包等等。那如果说当时陈前县长如果说一切作业很顺利都发包的话，今天老早台马轮也下水，岛际长也下水，新局官都下水了，都下水了。好，请主席裁示，有县长做个说明，到底新局官要不要建？好，给局官相信也一个交代嘛。如果不建了，我从今天开始就封口，我都不讲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请县长答复。谢谢陈议员。我想哈，这个议题我们县政府把这个文报给交通部，啊，虽然我们内部有不同的意见，但是呢，我们经过讨论以后，意见一致，我们希望啊交通部这个能够支持这样子啊，这个是我们报出去的，啊，那交通部的答复你也看到了，那报出去以后，我们不可能说叫交通部啊你不要补助，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立场啊已经把在公文上面写得非常清楚，必要的时候我会请陈立伟帮忙把交通部的官员哈，给他抓起来，我们大家来对质，没有关系。其实我很无奈，就好像你现在之前笑我一样，你四年了还在规划，我有个屁用啊，对不对？我有什么人呐，啊？我一直强调以前民意代表只是狗吠火车，在这边叫叫叫喊喊喊，有个什么用嘛？那结果我问陈立伟，你到底怎么样？你的立场怎么样？好，当然交通部回函我也看到了嘛，他最后还留一点点嘛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这个部分请你们再做评估嘛，啊，看看有没有啊新建公营交通船的必要嘛。我问过陈立伟啊，我说如果有必要的话，他只要现在我报，我绝对负责。他说交通部一年5000亿预算，他说我当个立委如果1000多万要不到，我马上辞掉。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今天也在这边啊，接着转播，县长你愿意不愿意再配合一次？其实哈，陈立委我们一直都在配合，不是他现在。之前我刚刚讲了，之前前面这个我都算了，谁对谁错，有讲没讲，真真假假。那我问了陈立伟啊，我说现在怎么解决？他说我不能，总不能我现在啊没有一句去讲，只要县政府愿意再出公函评估，经过评估的话确实有需要，他说我负责。那县长愿意吗？愿意配合吗？其实我们的立场已经报给交通部，我们讲得很清楚。嗯，那现在一直我不报了，是吧？因为他已经答复了，答复，但是后面他有讲啊，你要评估啊，看看有没有确实有这个必要啊。那陈立伟既然讲这个话，那我们也来测试一下，对不对？看他有没有碰风啊。我想是这样子的哈。陈立伟可以透过他在中央的影响力，啊，去争取，啊。我们绝对欢迎，但是呢，如果说会影响到既有的计划或者排挤既有的计划，这会造成我们的困扰。
比如说今年度我们的旗舰计划，我们报出去4000万，结果回来以后，啊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整个变掉了，对整体我们观光的发展跟布局来讲，是一个很大的伤害。陈立伟，我非常感谢他，从国议公投过以后，所有的配合非常积极的作为，哦，跟我们县政府之间啊，其实我们没有太大的差距。那陈立伟提出的这个诉求，只要对整体我们乡亲的利益有关系的，啊，我们都愿意配合。不，现在我就这个部分嘛，陈立伟他提出的，就是说你们经过再评估，确实有需要再报一次，那边中央他负责，他不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经费了。他跟我讲过啊，不是，啊，讲是这样讲啊，但实际上我刚才讲过了，我们报那个最近旗舰计划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把我们的原来的计划拿掉，然后换一个计划。那这个部分，我讲县长，我在总咨询的时候，我在总咨询之前，我还有跟陈立伟联络，也就是说，你担心的会排挤到我们其他的补助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保证不会排挤到的话，县长，你愿意配合吗？哦，我当然愿意啊。好，那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也会要求陈立伟，你不能够排挤到我们地区的其他的交通部有关的补助，这样子可以吗？我想哈，其实，中央民代也好，地方民代，这个议员也好，县政府也好，啊，我们的目标、目的，都是这个希望乡亲啊过得更好。交通部分，我想我们只怕它不够方便，啊，不怕它这个太方便。那但是呢，方便要付出代价，比如说刚才陈议员讲到速度，我们能够做快的难道不做吗？然后做快了以后，如果养不起的时候，这个比这个更坏。好，哦，我想我们之前已经吃过亏了哈，哦，那个连江一号这个活生生的教训，就是因为有那样的教训以后，我们要比较务实一点，能够跑得动还要能够养得起。好，哦，至于刚才提到的哈，哦，我想个人虽然有不同的看法，我们经过讨论以后、折冲以后，我们尊重举官的乡亲，好，哦，所以我们把已经我们报出去了。那至于说，交通部希望我们再评估，我们当然我们愿意坐下来，不管是陈立伟也好、举官乡亲也好、交通部也好，我们愿意多协调。啊，哦，我想很多事情是越辩越明。如果说交通部啊，哦，愿意他再补助我们，啊，哦，然后其他他没有排挤，不是说在我们的额度里面去挤掉别的。我当然乐观其成。好，那我在这边带我们举官乡亲先跟县长啊，谢谢。那至于刚刚县长讲的速度问题，我只是建议，当然你可以克服那是最好啊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也跟乡亲讲过，又要马好又要马不吃草，那是不可能的事嘛。你将来的速度是20节，然后再卸货，我都很担心啊，单趟出去啊1.5小时都执勤不完毕，真的将来会有这个问题啊。当然县长，你被连江一号那种阴影啊挥之不去啊，人家说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，我可以理解啊。但是当初设计过大了，你把那机器设计那么大，那个连江一号以前那个开一下那个机器跟船底那个螺丝一震动一下，螺丝都断掉了，那以前太大了。我听说连江一号的那两部机器拿到我们台马轮都够用啊，那以前等于代表示说你那个机器设计过大了嘛，过大了，对不对？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研究一下，差个2-3节有没有可能调上了？你如果能够调到25啊，县长，我敢讲，至少你们已经尽力了嘛，好不好？其实哈，我们一直都在尽力哈。我想哈，这个除了养家啊，持家了，要能够永续经营，我们不希望说这个之前连江一号就是加油来不及烧。当然，这里面涉及因为，我们从连江一号得到了教训，所以我们不要重蹈啊，最好不要重蹈。基本上哈，因为现在虽然这个马祖之星它的最高速度它到25节，实际上它开的时候都在20到22节，所以我们新的船这个速度哈，它如果没有载货，它跑得快一点；载货以后，它还可以维持最低这个速度啊。其实这个速度上面哈没有差很多，但是你如果要
要把这个速度再往上的话，它为了测试达到这个速度，它机器变大了，啊，变大了以后将来维护会更困难。当然现在本身了解过于不及当然都不好，但怎么样调整到啊，乡亲也满意，那施工也可以很顺利进行。那因为你现在等于他们还没有开始动工嘛，如果有一些像机器的大小还没有采购嘛，这些还是可以稍微做个变更。不是那么容易。我想这里面当初，就以新台马轮来讲，哦，任何一个变更都牵涉到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。因为今天两个船籍协会，这边的土日本人画了以后，哦，送到法国去，法国要审图，法国人，哦，他这个跟你慢条斯理，所以你要求他的速度他不急。等他送回来以后，然后我们的国内的验船中心还要研究这个两个公婆了，多了公莫多了龟，所以这个速度一直往后这个，所以任何一个变更都会牵涉到很多问题。然后这里面哈，跟我们的合约如果还有需要修正的话，这里面更复杂了。所以基本上哈，我们觉得说，如果说没有跟我们的理想距离太多，我们走下去，好，继续往前走，做一些小修正。好，谢谢县长，因为耽误后面的议员太多时间了哈，谢谢县长，请坐。好，请李继梅议员发言。